天主，感谢天主。大家唱一届哦。快乐，谢谢。天主降予阿母平安健康。好 ，OK。祝予咱全家平安健康，阿弥。感谢天主，阿弥天主，感谢圣母，阿弥圣母。周三好。因无其主其圣神之名，阿弥。祝圣母，谢谢。祝圣母快乐。感谢天主，阿弥天主，感谢圣母，阿弥圣母。妈妈人生的这场好仗已打完，这场赛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她预备了。帝后四冒号七到八，妈妈安睡了。2023年4月30日，感谢大家为我母亲赖李金花、陆继雅姐妹灵魂祈祷，诸圣相通公，感谢神父、修女、教友及所有亲友为我母亲灵魂祈祷，谢谢大家。扶丧期间不便一一到府致谢，家属一同在此特别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后要再次麻烦大家为我母亲念诵祷文，祈求仁慈的天主接送我的母亲赖李金花圣名陆继雅到达你永恒的天乡。为赖李金花、陆继雅姐妹灵魂祈祷，请大家一起诵念：天父，我们把我们所爱的赖李金花、陆继雅姐妹的灵魂托付在你的手中，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愿赖李金花、陆继雅姐妹生前有任何的过错，能获得你的宽恕，求你赐给她永福，并且安慰在悲痛中的亲友，治好他们心中的创伤。也请大家一同为她祈祷，求主派遣圣神保护引导她，不为魔鬼所害，不受地狱永罚，领她升天国，享见弥光辉的圣容，享受永远的福乐。上主求弥垂怜，基督求弥垂怜，阿们。